地方？我觉得是这里耶，好像是鱼那边中间中间。对，这里有吐一块，吐一块。我流手汗了啦，烦了、喔。白金，白金在旁边，白金那边。我看一定超痴呆的。白金右边看看，右边看看。两眼无神，嘴巴张为大。对啊。哎、欸，对，右边这里应该可以吧？我看到里面有沙威玛了。沙威。我看到沙威玛在看我们了。有看到他在底下，我稍微滑下去，好恐怖，你要小心哦、喔。只会往下滑、欸，好恐怖啊！哎、欸，我要上去，上不去啦。对啊，往下，再往下，就往下，不能回头了，不能。应该会有其他地方可以上来啦，先找地方下去。永远不回头，我们都要下去。不行，对不对？不行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下面有白色沙威玛、欸。对啊，嗯，白色的沙威玛、欸，哎，哎呦，进阶版的，不要怕啦，我有神器啊。不是啦，神器啊，要先下得去、喔，下去就摔死啊！有没有酸绳之类的、啊？有没有水桶啊？你怎么这样子下去啊？不要急，右边行吗？那边有个小斜坡，右边那个斜坡。好，摔死就算你的喽。三分之一血。啊！哦，好。哎，我没受伤。你会不会是踩到我头上？三分之一血。哎，好好，我接你们，我接你们，来。哎呦！为什么啊？小雨，我来。有来。我来，我接你，我接你们。接到，再接到，再接到了。来，杰瑞。接到应该没受伤吧？接到没受伤吧？杰瑞来接你，下面很多人。啊，没关系啊，罐罐很多，吃药补血。有，我们有药，有药。可是我饿了。接下来一个不能受伤的时候，我们要吃肉而已。冲！对，没关系，下面有很多肉，砍完就有晚餐吃了。走，完成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看着胖胖哎。我滑下去了，小雨下去了。新品种胖胖，我陪你，我陪你。新品种，我们先打，我们先打那个沙威玛。对，先打沙威玛，沙威玛比较好吃。哎、欸，不是沙威玛不能吃啊。有它白色的那个、啊。我有白色沙威玛、欸。我们等就好，我们等一下好给他们打。哦，我想说我走过来。哎、欸，沙威玛在右边，哦，过去了。有没有？他想上，他在干嘛？卡点了。卡他。有，我在砍。切肉！哇，烧！哎、欸，放心，你看那边有个金色的。有啊，他们说胖胖就是那只啊。隐约被烧到了、哎，超恐怖的。我特殊护甲掉一个了。嗯。好了，我们来了。来了。我们来了。我们来捡装备了。捡装备。哎、欸，等一下还有一个人哦、喔。先捡装备。他刚在附近哦、喔。没事，可以了，没东西。可以。我要捡。哎、欸，有漏啦！为什么？他直接摔死啊！哎、欸，拿到两块、欸。等一下，两块吗？我拿一块而已啊，你应该是之前是一块，没有，你应该之前没有装吧？对啊，你没装吧？你是在卖萌？嗯，你是在卖萌？可能吧。我们这有直升机，感觉自己萌萌哒。开山刀，弯刀，大砍刀啊！弯刀。对，可是我觉得弯刀的没啦。哦，你嘞？弯刀可能是比较快吧？看一下属性啊，哪里啊？在哪里啊？弯刀在哪里啊？另外一边，哪里有车啦？飞机头这边。哦，弯刀速度比较快。嗯，可是武士刀比较帅啊。对啊。哎哎、欸，做个萤火，有那个烧个腿。吃晚餐。有没有手手吗？有手手跟脚脚，刚刚只有四人份，所以我们要七个人来抢。没有人坐，我坐吧。没有人坐。嗯。我弯刀有稍微帮他升。等一下还没点火啦。很急。哦，而且武士刀不能升级，对不对？弯刀可以升级。对，弯刀可以。小娇，好了，我们要来抢了。武士刀？哎、欸，对啊，尴尬了。再做个帐篷嘞。好啊。再做个帐篷啊！我树叶跟那个都还蛮多的。我东西都很多，都没有用、欸。所以我们睡醒再吃吧。好啊，睡醒再吃好了。附近再找一下毛肉。好的，留下可以。存档一下啊。好哦，睡个就可以睡觉啦。先存。好，别过啦，我没有位置啦，我已经绕了半圈了啦。帅啊！旁边捡到的嘛。旁边呢？说我们如果没有潜水装下来会没有意义。是假的？有人讲的咯。听说，没关系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可是这样我们要怎么上去啊？这样我们都已经下来了。哎呦，手机坏了。
被打掉了，赶快吃，赶快吃，赶快吃，抢肉了，抢肉了，抢肉肉，抢肉肉，抢肉抢肉，我抢到了，刚刚手速太快了吧，哦，抢到了，好爽啊，没抢到就吃饼干喽，那杀胖胖之后再上去吧，对啊，可是要怎么上去啊？胖胖吗？我们找个路吧，可以拿那个坐直升机啊。可以拿那个靠慢慢靠上去。不行啊，没有地方可以爬。为什么？应该会有路可以上吗？胖胖嘞？还是说要潜水才上去、啊？胖胖在这边往右边。然后，我记得这边不是很多人吗？还是睡一觉之后都清空了？太猛了吧？没有吧？胖胖呢？有水、欸、不见了。胖胖嘞？胖胖呢？胖胖刚在这里的。不见了，有没有那个可以擦？要游泳欸、没有没有没有，这里的其实很浅呐、啊，这个水很浅呐、啊，不是这里。胖胖不见了，他刚在这里。不见了。哎，哦，身上有，哦，身上有零食吃啊，啥了？哪边？在你们现在这个位置的后面。嗯，特殊装备好像只能穿三件、这个位置。是我这里吗？对，繁星那边看起来好像可以爬。哦，可以爬上去哎、欸。好，看起来好像可以。这个纸箱，嗯，跳得上去吗？不知道，我们先继续探啊，先继续探。嗯，纸箱不能打，纸箱不能打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可以可以，这个纸箱有电路板。不行哎、欸，没有东西勾。纸箱是假的。有的纸箱可以开，有的不行。哎、欸，听到声音了。听到笑声，谁？听到了，听到了。谁笑？谁笑？阿基。阿基。谁笑？不是我。阿基肚子在叫。那哈尼。哼哼，哎，有一个很奇怪的门，有这里还有一个电路板，这里还有一个电路板，是有一个很奇怪的门可以上去，所以反正我们就慢慢找嘛。我捡不起来了。原来现在开始玩解谜啦！登山稿这边没有特殊的岩层吧？你冲他笑。我只想要砍这纸箱。我有砍过。不是有些砍得开吗？哎，哈进怎么到那边的？用那种很薄扁扁的那种就可以打开。哦。真的是攀岩游戏耶，这个游戏、啊。他说特殊的门是在最底层这边是吗？特殊的门，他说有特殊门可以上去，所以我不知道哪边。嗯，找看看，找看看，分头分头进行，分头进行啊！找到了跟大家讲一下。那我要拿那个拿锤子出来敲了，各种敲做法。你要把看看有没有特秘密门敲？对，有看有没有暗门啊？搞不好真的有用哦。敲一敲看有没有不一样声音。对，这里、哦、有声音，这个有声音，这是有、啊，是不是这里啊？啊，对啊，啊，是不是啊？那个水坑中间，水坑正中间有个洞，往，等下，可是要潜水啊，上面呢、欸？所以那根本就这边潜水装就是这里吧？所以一定要潜水。那这个要回来，那赶快回来，看不到路，看不到路，完了完了完了！了你现在往下游啊？完了，他竟然没看到我们 ID， 你是不是上下分不到了？对，我。哇！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完了！抬头，抬头，抬头！可是好像石头卡住了。你有手电筒，你用手电筒照啊！你不要用火打火机，你有手电筒，手电筒应该可以开。我在水里面。他在水里。哦，水里面是不能开那个的吗？哇！我死掉了，拜。哇！有耐心了啦。阿基有没有看到有亮光？没有，没有，他走错边了，他走错边了，他不是在洞口。啊！哦，他顶到天花板了、啊，所以他上不来啦。啊，应该是我看着我、哦、啊，我懂了，那个啦，他那个洞会直接下去，他会吸下去、嗯、上不来。他不是，他不是吸下去吧？他是他是一个像入口的进入方式。对，然后进去之后你就回来找不到那个点可以按。我找到点回来，你游太远，太远了。哦，因为如果他去直接重开，会不会会不会？哎、欸，对呢，要不要再重来一次啊？对啊，你没有记录，重开啊，重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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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啊，你重开。那、啊、这样我们刚好不用下来啊，反正我们下来也不用干嘛。嗯，我刚没有记录吗？是我们在底下，我们在底下存档。我们在底下记录的哦。哎、欸，那我们要退出，因为房主回应了。对，我退。哎、欸，他这个是不是房主五回应之后，他时间变很快啊？你看，我看到那个日夜开了吗？好，嗯，有个很奇怪的门，好。欸刚刚哈基一推出去，然后我那个什么游戏的时间就一直转，一直转，一直转，可怕！他那个日夜一直转，一直轮回，一直轮回。哦，好恶心！我吃到香菜了。好吃哎、欸，好吃，好吃。嗯，可以啊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所以我们要再找一潜水中才能继续往下。我们要找一个香菜盖饭之类的。可是潜水中在哪找啊？
地那么大，听说是在海边吗？海边的船上嘛之类的。那这下一次我们要去寻那个海岸线哦。那个是捷克的，啊、这是捷克的，那是海边小屋的，对对，海巡的，海巡署的。哎，他谁？他谁啊？小雨，哎呦，我在登了，我在登了。嗯，有的。好，再点一下看到底哈基是在哪里呢？哈，他们说不是在海边诶、欸，不然在哪里？在洞窟。啊啊！说海边的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结论打架，正在启动客户端。我记得是海边里面的海边附近、啊、海边的洞窟。海边洞窟，嗯，合理，海石洞，合理合理。对，我们在下面，耶！那你赶快去捡东西。哎、欸、哎，升怪升怪升怪！哎呦，我们等一下，还在读取，还在读取，我们还在读啊。哦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，在哪里？哦，有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烧到了，我烧到了，踩到火堆了，救命！烧起来了！哇，好大声，烧起来了！哦，那加五。我砍不到他、欸，真的假的？我砍不到哎、欸，没有在读取，刚读取完吧？有啊有啊，他一直砍不到。可以了了，有一只跑走了。哎、欸，又来，回来，越跑。哎、欸，有早餐可以吃了。要先睡吗？先睡。是吧？先睡。先打吧。先打吧。哎呦，你叫屁哦！早餐不要吵。好啦，你嗓子很大好不好？晚餐不要吵。早餐吃哦。你刚是加早餐不要吵。手脚先拿一拿。欸、又来了，又来一只，又跑走了。那明天早上会不会被他会不见。先把手脚拿一拿，对，先把手脚拿一拿。那先烧一烧。有拿。没有，直接先把手脚拿起来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有拿。拿了吧，都拿了吧。拿，大家自己拿好自己的早餐哦，喝苦呢。好，睡觉了。睡了。我的手收在这。我的脚脚。还有手手吗？没有了吗？谁没？没有，我在找手手。我刚捡了一只脚。哎、欸、呦，我捡到一只脚，耶、欸！脚肉比较多，肉比较多的脚。我的手脚都砍掉了，喷出去了，没得捡哎、欸。没关系，我这边多一只手啊，你到时候可以吃，谁？好了。好，坏掉，这你又坏了。坏了。只是睡一次而已。会烤脚脚喽，烤手手。其实我有两个生鱼耶，不一定要吃手啊。对，我有鱼耶，就放下去啊。不过大家都放手了，我就继续放。我有寄生虫。这也太丰盛了吧！一堆脚，一堆手。所以我们现在的目标是要想办法走七块钱上去。对，我吃到一块了。我白痴哦，门在这边啊，白痴哦。哪里？就在旁边，我们直升机另外一边啊。我们刚刚走左边，是走右边的，看到一个大门。哦，好。还有人没吃吗？还有人没吃吗？有真的、欸、有门哎、欸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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